从那不勒斯的圣塔露西亚海滩，可以远远地看到维苏威火山柔美而宁静的山峰，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一股暖暖的美感和迷人的风味从心中油然升起，那是一幅天然的杰作。如果时光倒流1900年，也就是中国的西汉晚期，在西元79年8月24日的夏日拂晓，天气热得异乎寻常，坎帕尼亚地区突然一下剧烈的震动，接着是轰然一声雷鸣。维苏威火山裂成两半，炙热的火山灰和沸腾的岩浆如乌云般的喷到天空，又突然落下，如倾盆大雨般的注入庞贝。在一刹那之间，无情地把庞贝城连同所有的生命全部淹埋在几公尺厚的火山灰下面。当火山爆发之后，如果侥幸脱险的人能够回到灾区，会根本找不到原来的城市。在庞贝遭到淹埋之后不久，曾经有些人组织起来想挖出些珍宝带回罗马，可是他们未能如愿，庞贝城就这样平静地淹埋在肥沃的火山灰之下，而漫生的野草和葡萄藤也逐渐地掩盖了人们的记忆，而称呼它为西维塔。西维塔的意思是城市，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名词。一直到18世纪，1765年，西班牙王查理三世的土地测量员阿尔库比雪发现了这块刻有这座城市名字的标志。原来西维塔真正的名字叫做庞贝。庞贝原来是一座繁华的坎帕尼亚城市，一座原本活跃的城市瞬间冻结在4公尺深的火山灰之下死去，死于刹那却进入十几个世纪的等待。随着考古发掘，这座城市重新有了生命，让我们回到过去，从每一个遗迹、每一个细节去认识庞贝。教授，我们知道那个庞贝的建成历史非常早，它也经过很多民族的经营统治，那一直到它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淹埋以后呢，它中间这个建成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是这个，我们对这个庞贝城早期的历史啊，说实在知道的不是很多，这个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非常有限的一些遗迹来看的话，最早大概西元前10世纪，是这个奥斯坎人在这里建立小小的渔村，从事打鱼、农业、畜牧等等的活动。那么后来到6到5世纪的时候，
这个希腊人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希腊人在这个地方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形势不错啊，航海交通啊，内陆的运输都很方便，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发展自己的殖民地。那么后来这个桑奈人，这个亚平宁山区的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山地部落，桑奈人也进入了这个区域。那么这个 Campania 这个区域，也就是这个庞贝城所在的这个区域，那么从此以后就笼罩在桑奈人的势力之下。为了维持生存，抵抗临近部落的骚扰，并且避免罗马帝国的觊觎，在公元前429年到公元前89年，庞贝城周围的防御工事日益牢固。公元90年，桑奈人的城市群起反抗罗马侵略，庞贝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经过了艰苦而漫长的战争，大约在西元前89年秋季，罗马攻占庞贝城，从此庞贝成为罗马的殖民地，直到公元79年8月火山爆发之日。维苏威火山在3800年前曾经爆发过一次，而在公元前一世纪的维苏威火山好像一座普通的山岳，优美而宁静，山坡上长满了野葡萄和橄榄树，而火山的活动似乎是按照一定的周期性规律进行的。当时没有任何征兆可以发现火山再次进入活跃期，甚至在公元62年一场大地震肆虐维苏威地区之后，人们仍然认为维苏威火山是一座宁静的平顶山峰。Again, why the columns are built this way? Why is it two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bricks on the outside? I remind you that Pompeii was destroyed by an earthquake in 62. So when they needed to restore the city, they used a lot of different material and everything was mixed. So if you look here, this is a brick. Brick means used after the earthquake. Mm-hmm. While the marble, it was used before the earthquake.So originally everything was in white marble. Uh-huh. Then to restore, just to restore the city, they used also bricks. Oh, okay. The factories of bricks were outside the city, was not inside. In 西元79年火山爆发前17年，也就是西元62年，庞贝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地震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城市，于是需要大量的砖瓦和资金。为了尽快有钱把城市建立起来，庞贝人加紧生产利润丰厚的葡萄酒和鱼酱。鱼酱是新兴的制造业，由于需要较大的投资，所以大多属于富有家族的产业。它是以鱼干加盐腌制而成，散发着浓烈的鱼腥味，在罗马帝国各地都有贩售，到现在仍旧保有这种调味法。庞贝的酒是相当有名气的，因为庞贝生产上等的葡萄，所酿造的葡萄酒以货船运往地中海沿岸和埃及非洲，甚至叙利亚跟巴勒斯坦的港口。但是这样蓬勃的生命力在公元79年画上了句点，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将整座庞贝城的荣华彻底淹埋在火山爆发时所产生的碎石尘埃之下。
门顾名思义是面朝海的门。海门是庞贝城门中最年轻的一座，城门有两条拱形的通道，一条走牲口和车辆，一条走人。从城门人车分道的概念就可以证实，庞贝人在1900年前已经非常重视生活环境的设计。通过这个通道就可以到达市院中心广场。罗马人殖民的核心是综合宗教、政治以及商业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市民广场。广场上有朱比特神庙、罗马皇帝维斯巴县神庙、市政楼、巴西里卡大会堂以及阿波罗神庙。广场是行人活动的场所，竖着一些大石，不让丰收街那个方向来的车辆进入。庞贝保留了某些希腊殖民的痕迹，在市院广场的西侧有一组庞大的宗教建筑群阿波罗神庙，表现了希腊化建筑式样的成分。神庙的主体建筑在一个有48根列柱的围廊中央，起初柱廊的列柱为爱奥尼亚式，由于西元62年遭到庞贝发生的大地震损毁，当时的庞贝人把柱头上了灰泥，把爱奥尼亚式列柱改成了科林斯式样。在神庙围廊的列柱前原有几尊雕像，现在只剩下太阳神阿波罗拉弓箭的青铜雕像。另外还有阿波罗的妹妹狩猎女神戴安娜的半身像，神像旁边有为这位女神设的祭坛。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这座阿波罗神庙是一座综合不同风格式样的混合建筑体，它兼有古意大利传统和希腊神庙风格的成分。其中央大台阶和台基是属于古意大利传统，而其围柱式平面布局和科林斯列柱则是希腊风格。神殿台阶的旁边有一根爱奥尼石柱，柱顶上有一具日晷，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代执政官的还愿物。朱比特神庙是用来供奉古罗马三位一体神朱比特、朱诺和米涅娃的神庙。神庙的大殿建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前廊正面有6根高8.4公尺的科林斯列柱。神庙的两侧有两座砖块结构的纪念门，纪念门裸露着砖体，昔日外表大理石贴面已经踪影全无。尤其右边这座提比略拱门是市院的重要入口，拱门柱子空着的壁龛内当年曾经放置罗马皇帝的雕像，以表达对罗马帝国和登基皇帝的忠诚。巴西里卡大会堂地处市院西角附近，在城市社会生活和商业贸易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人们在这里举行行政集会，进行法律审判，举办商业交易会等等。因此一些学者把巴西里卡比作交易所和交际所。
在寺院的南端有三栋规模相同的建筑物，这是庞贝城的市政楼。最左边带半圆后身的那栋房子是市政官办公的地方。庞贝城最高权力属于两位市政官，两位市政官主持市政会议，在他们之下还有两位市政员负责各类公共事务。每年七月，庞贝市民都要选举市政员，从春天起全城就热闹起来了。这个庞贝的选举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罗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如果我们到庞贝的街道上，还可以看到几条主要的街道上，这个墙上都有当时留下来的选举的标语。那么什么人来选举呢？什么人出来竞选呢？什么人都有啊，什么人都有。大部分是这个城市里面啊比较有钱的，比较有声望的一些人。但是呢，在这个墙壁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标语啊，我们可以发现什么人都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一些宗教团体，他可以说我们要支持哪个人出来竞选市政官，这个哪一个工会啊，譬如说面包师，他们也可以在墙上写下来说我们支持哪个人出来竞选市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甚至于很好玩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居然也有窃贼啊，在这个上面也写说我们愿意支持谁出来当市政官，甚至于还有一群酒鬼啊。不晓得是不是他们开玩笑，也居然也写下说我们哪个酒馆的酒鬼，我们一致支持谁出来竞选市长的，像这类的标语留下来很多。那么至于他们选举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些支持者他们在写标语，而不是这个候选人自己组织一个宣传总部啊，然后有公开的政见发表会，倒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跟今天很不一样的。那么哪些人曾经当选了啊？很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知道啊，没有办法知道。在当时，庞贝的妇女不能够担任公职，没有投票权。但是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庞贝城的妇女公众生活十分的活跃，她们可以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所，而且生活上并非为丈夫之命侍从。很多庞贝女人已经确信自己的地位跟男人平等。
赚钱是庞贝人最重要的事情。庞贝城人口为数20000人，从来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种族歧视，劳动者都在为雇主的财富而工作。用今天的话来比喻，叫做劳资双方和睦相处，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取所需。这种生活方式在14公里外的那不勒斯街上仍然是各种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像1900年前一样。庞贝附近的坎帕尼亚地区有肥沃的火山土，令此地的农业生产有如天堂。庞贝周围有很多农场，本地主要财源是来自橄榄油、水果、谷物和畜牧业。也因为贸易的日渐发达，庞贝的商人把他们的农产品远销海外，海外的产品也经由庞贝转运出去。庞贝成为一个货物的集散地，庞贝的商人也就越来越有钱，其财富和身份地位就表现在宅邸的设计和室内装饰的绚丽高雅上。在庞贝城，最普通的房子也有基本的格局。这座称为威提乌斯宅邸的豪华住宅，可以称得上是庞贝最后时期建筑和装饰艺术的代表作。一进入大门，就是一个银神普利亚普斯的壁画。正厅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这座建于西元1世纪中期的宅邸，可以显示出主人有多么富有。中庭有天井，4个斜面的屋顶开口，下雨天可以接收到雨水的盛雨池，是庞贝城房屋建筑的特色。借这种方法可以储存家庭用水。另外侧门有一个小中庭，还有一个形似小庙带三角楣的科林斯式漂亮的家神庙，墙上画着一位身穿长袍的守护神，两旁各站了一位年轻的家神，他们穿着宽松的短袍，高举盛酒的牛角。祭坛的下方盘曲了一条头上有肉冠的大蛇，它象征男性祖先，也是家宅的保护神，画中的酒同时也是奉献给他的。过了中庭就是柱廊式庭院，几乎所有的房屋中间都有一个像客厅大小的花园。庭园中摆设一个白色大理石的水池和喷泉，四周围着一圈柱廊。这种列柱的设计让房子看起来更大，这是庞贝人设计花园的一大特色。柱廊入口的左边是餐厅，餐厅黄色的墙面中央画着一些底比斯神话题材的故事，像是儿童海格力斯徒手勒死由天后赫拉所遣来的蛇的故事。以及快活酒神女士们攻击并杀害了底比斯国王潘特，
因为潘特反对他的城邦供奉快活酒神戴奥尼索斯。维皮宅邸有一间餐厅，这间餐厅的壁画是庞贝最有名的重要绘画装饰之一，墙上装饰着红色条带和黑色条带。房间中央的大画可能是用木板画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墙了角上面的条饰上画着一系列小爱神和小精灵们劳作、竞技跟祭神的场面。庞贝宅邸的壁画不但提供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西元一世纪罗马帝国人民生活的真实情景，也让我们发现壁画的创新和扩大室内空间感的效果。庞贝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以画来布置自己的家，仿佛把家当成博物馆。从屋子的装潢可以一窥屋主精神生活面，评量他的文化修养。除了墙面的装饰之外，地板的镶嵌也成为罗马帝国时期庞贝重要的宅邸设计。这些装饰不但华丽生动，望之令人心旷神怡，也会产生室内无限宽敞的感动，可以显示庞贝人对精致艺术的喜好。Okay,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this place? Yes, sure. Here we are at the entrance of a very important, very famous house, Fauno House. Mm-hmm. Fauno is just the name of a statue that we found inside. Now we can see the statue. But this house was the Sylla's place. So Sylla was the leader of Pompeii when it became a Roman place, and we call it Deductor of Pompeii. Mm-hmm. For example, you can see here,Welcome in Latin. Ave. Yes. Welcome. So, I mean, all that are inside is from the Roman time, not before. This is the biggest house. I mean, it's 3,000 meters squared, the area. 3,000 meters squared. 最大的房子。农牧神宅毫无疑问的是属于庞贝城的一个大贵族家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屋主是谁。中庭正中的城宇池底镶嵌的是五彩的菱形图案，水池中央立着一尊五道的农牧神青铜雕像，这所房子即由此命名。住宅的两排房间和两个厢房是按照古意大利的布局安排在中庭的周围。右厢房描绘的是猫扑竹机的镶嵌画，左厢房描绘的是三只鸽子将一件首饰从河里偷出来的画面。两根带有柯林斯式柱头的门槛，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王大流士之战的镶嵌画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这幅镶嵌画是用100多万片细小的彩色铅片镶嵌而成，它在古代就已经遭到部分的损坏，损坏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公元62年的地震。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农牧神宅建于西元前二世纪，它包括了第一个柱廊为中心的部分。同一个世纪末又增加了第二柱廊为中心的部分。越来越多的空间辟为花园，足以证明庞贝人爱好大自然。在农牧神宅的柱廊花园里漫步，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圆柱、柯林斯式的柱头、单纯的布局、大理石柱之间的蓝天和花园中绿意扶疏的景象。希腊化建筑和技术价值在古意大利的文化环境中得到了重新认识，并焕发了新的生机。尤其在蓝天之下的维苏威火山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庞贝城最主要的街道是风足大街和斯塔比街，大街上店铺结壁鳞次，招揽顾客的招牌字号随处可见。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两层楼的建筑。在这条大街上唯一的一家面包店名叫维考洛托尔托面包店。做面包的房里有四座用坚硬的火山岩制成的石磨，石质坚硬的程度不致使磨面时有石渣掉在面粉里。石磨是典型的传统式样，其形状令人想起计时沙漏器。上面那一扇石磨的腰间有一个用来插木杠的孔，牲口拉着木杠就可以带着磨子不停地转动，磨子顶上呈现漏斗状，里面放着小麦，磨子转动，面粉就落在平台上了。石磨附近有一口砖块结构的烧木柴的大烤炉。做好面包以后就送进拱式炉子里去烤，一次可以烤80个面包。在烤炉里发现的面包切成了8块，
在坎帕尼亚地区到现在还用这种方法切面包。It's called Thermopolium. Thermos means hot. Polium is a kind of a shop because anyway it was like fast food. It was very popular in those days to have at midday just a light lunch, while the main meal was in the evening. They ate for a long time, from 6 hours until 10 hours. They spend a long time eating with friends and the family. But at midday, just light lunch. Anyway, you can see another interesting thing here. This line were closed by wooden sliding doors. So the door slide just in the middle in this line. Yes, that's right. 这个是木门，这个是那个好像门的那种。门的那沟槽。对，它是每都是木头的这样子，那种滑动的那种门，都是这样子关。教授，我们知道庞贝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可不可以请教授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庞贝人民的生活可以说跟罗马帝国时代最辉煌的阶段可以说是同步的。那么在他们的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繁盛的商业，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商店。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到庞贝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面包店啦、酒店啦、旅馆啦，这些公用的设施非常的发达。那么在庞贝的这个墙壁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酒馆的这个宣传海报，告诉你一杯酒多少钱啊。那最普通的酒，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一个铜元啊。最高级的法勒奴酒就是 Campania 这个地方所出产的最好的葡萄酒，大概是4块钱。那么还有一个广告呢，告诉你说，一个妓女的广告，告诉你说，如果你要跟我春风一度的话，2块钱。那么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一个非常富足的休闲的生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努力工作的一面啊。他们在染坊里工作，在榨酒坊里工作，制造葡萄酒啊。他们在各行各业去打鱼，是不是？制造鱼油酱，是不是？这都是相当辛苦的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些工作，他们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他们把他们的财富啊，来修建他们自己的私人的宅院，来修建神庙，来修建各式各样的公共的建筑，那么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么建筑这么富丽堂皇的一个庞贝。帝国时期，为了适应人口成长对住宅的需求，就出现了4层楼公寓式的建筑。这种公寓式建筑一般而言，一楼为店面，是庞贝人充满生机的店铺；2楼则辟成数间住房，由店主居住；3、4楼有可能是雇佣劳工居住的地方，是没有供水设备的廉价住房。除了几条大街之外，其余的道路都很狭窄，大部分只称得上是巷弄，一大步就能跨过街，街道只能容马车通过，路面上的车辙明显可见，他们的马车轮子在厚石板上留下了深陷的车轮痕迹，可见这些街道至少有200年从来没有整修过。街道的路面铺着多边形的石灰岩或粗面岩石板，路中间常常有很大的石块供行人从上面通过。下雨天，街道成为河流的时候，这些石块的作用功能就像桥一样。在这条较偏僻的两条小街道的交叉路口上，有一所专门设计用来当妓院的建筑物，通常它代表了罗马帝国的纵情声色，但事实上它是庶经小民的安乐窝，其经营的对象是下层社会收入较低的人。墙上的画作
常引起不同的反应，当然是依照游客的年龄、国籍和敏感度而不同。庞贝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城市，每个宅邸都有自己的神龛，奉祀家宅守护神。庞贝人不论是闲居家里或是在公共场所，总要跟神祇打交道。他们供奉的诸神除了太阳神阿波罗、天神朱比特，还有庞贝的开创者赫克利士、酒神巴库斯以及庞贝的守护神维纳斯等等。对于众神的祭拜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其实崇拜皇帝的程度，到西元一世纪的时候，因为整个帝国神化罗马皇帝的观念而逐渐超越了其他的神祇。由于皇帝是维纳斯的后裔，而维纳斯乃是战神马尔斯的情人，马尔斯又是罗马开创者罗慕路斯的父亲，皇帝既然与一切神圣的事物都有关，那么所有人不分社会地位，不论民族，都得崇拜皇帝。当时的罗马殖民城市，只要崇拜皇帝，心存敬重，也就是对帝国忠诚与团结的表示。庞贝人从事宗教活动，非常重视形式与礼仪，各种神祇的祭拜礼节都有一定而复杂的仪式。在庞贝郊外的神秘别墅里，有一幅壁画隐藏在别墅深处的房间内。这幅被称为酒神秘仪的壁画，以古代罕见的胆魄、独具的构思和严谨细腻的艺术处理手法，在西方古代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传统的解释，它描绘的是快活酒神戴奥尼索斯行秘仪的故事。在西元前三世纪，
庞贝人凭着产量丰盛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出口贸易，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庞贝城在公共建设方面明显的增加，除了市院边的朱比特神庙和大会堂之外，三角市院就是在这个时期改建的。由于视野空旷，加上大树林立，这个地方给人一种相当悠闲而且清新的感受。它也等于是进入大剧场的等待区，提供给喜爱看戏的市民一处社交谈天的休憩区。只要通过这个市院拱门，就可以进入大剧场。Okay, the theater, it was built, this was the biggest one, because Pompeii had two theaters. And the small one was the Odeon, that's right, and it was used for music, because they built the theater with a roof. Odeon means cold theater. The acoustic was much better. While in this one, without roof, they didn't play any music, so just to some different show like tragedy and comedy. And it was built like a Greek theater. I mean, the shape of the theater is not Roman one, but Greek. If you look at in the middle, and it was built all along the mountain, all along the hill, so like a Greek theater.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o sit. Down, where you can see some marble steps. It was for VIP.VIP 贵宾席。剧场的观众席沿着火山岩的坡度架设座位，而不是人工所堆砌而成。舞台设计呈马蹄铁形，而不是半圆形，显示大剧场继承了希腊建筑的规范。三条水平方向的走道将观众分成上下三层，整个剧场可以容纳5000位观众。下层席中四排较矮的、较宽敞的百里石座位，是城市元老院成员们的专用座位。在上层观众后面的围墙上载有一系列铁桩，那是用来拉顶棚绳子用的。当时庞贝的民众喜欢古希腊作家米南德的风俗喜剧，这些喜剧反映了当时有钱人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民众尤其热爱闹剧，剧中挖苦各行各业的人，所有人都是喜剧作家嘲讽的对象。面对这种通俗化的趋势，说明平民阶层需要的是轻松的戏剧，只要是可以让观赏者捧腹大笑的粗俗滑稽剧，不管在古代或现代，仍然是社会大众最能够接受的表演方式。庞贝的故事充满着传奇情节，在那些动人的情节里，只有小普利纽斯在公元104年用文字记载，描述了他叔父老普利纽斯因为赶来庞贝救援，献出了生命而深受感动。对于公元79年夏天，他亲眼目睹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灾难，结束了庞贝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他说，许多人把手伸向天空向神求救，可是神早已走远了。突如其来的天灾毁灭了数以千百计的生命和人的活动，庞贝古城的历史就这样深埋在数公尺厚的火山灰下面，中断了十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那些发现庞贝的人们
又奇迹般地接续了被打断的故事。也因为发现庞贝这些传奇的故事，那些在公元79年被神遗弃的人，又以新的生命继续活在事隔200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一个2000年以前的普通人是怎样看待生死、看待荣誉、财富、国家、爱情以及幸福的。